Smile, though your heart is aching. Smile. 我報告小英文，小英式班呢，就打算喺5月份呢會開課。咁如果有啲人想報名嘅，就盡快報名。根據以前嘅經驗呢，就係話好多人10個之中得8個係勤力嘅啫。 唔係唔係，得2個勤力嘅好似，講錯咗，10個得2個，10個有8個幾好啊！要呢度要補充咧，就話我哋身體嘅運動咧，你會感覺一路去鍛鍊日日操咧，你一定有進步噶嘛。你係睇到嘅，譬如我跑步跑幾多秒啦，而家一路練啦，又跑到幾多秒，你係有數睇到嘅。嗯。心靈嗰個耐力咧，個承受力同埋嗰個觀察力咧。 係好難有數據睇到嘅，心靈個承受力、觀察力，同埋你個觀察力，你好難有數據睇到。但你冇數據睇到，因為而家仲未有儀器 check 到你究竟你嘅心靈諗到邊度，俾你嘅 EQ 啊、IQ 啊，咁你只能夠係會一路一路，你會發覺咧，咦？點解我睇嘢唔同咧？同埋工作度點解會做錯咗少嘢或者少咗疏忽咧？ 你會感覺同埋你嗰個管理時間咧，會係聰明咗。最大影響咧就話你會睇個管理時間，同埋你睇到你日常做嘢咧係冇行多咗冤枉路嘅。即係我都話你唔好話做啱唔啱先，你唔好做錯咧就着數多嘛。有啲人佢成日做工作效果唔好咧，佢冇跟個下手嘅人同你做嘢嗰個，交咗俾佢咧就算數啦。 你唔識得話叫今晚轉頭問佢掂唔掂，佢又唔話俾你聽佢唔掂喎，佢又唔想冇面喎，咁你出事啊！所以真係要跟得好實嘅，咁你練過我哋個時空式功咧，你會喺方面咧會着緊，即係喺邊個要點咧會出事咧，你就會好謹慎，好謹慎咧你會處理咗佢咧，咁你咪唔會出事咯。當然啦，佢另外仲有好多話令到你個思維改變咗個觀念，改變咗咧。 改變咗你個觀念咧，就會影響咗你嗰個人嗰個喺個社會做工作嘅人際關係啊。你嘅膽識啊，你強咗，你一定有幫助。同埋你會舒服咗咯。你唔會話好後悔啊！我走咗機會啊，乜乜乜乜，但你唔會有呢樣。因為你會睇通咗世界，一個人個衣食住行係好少噶嘛。真係有數嘅一個人一日衣食住行係好少噶嘛。 我冇必要話為買多幾面名牌咧，你去出賣個尊嚴噶嘛？即係你會有呢個自制能力啦。咁啊，我哋咧就5月份開班，咁啊，歡迎多啲年輕人報讀，係平嘅學費，即係我自己話平，但我自己認為係平嘅。如果將我以前去學習所浪費嘅時間、金錢咧，佢哋而家啲學生仲最貴嗰個都幾萬蚊學費啊嘛。 我去一次起碼3都唔知使幾萬啦，未計時間啦，唔係去一次就掂喎，唔係去一次就掂喎，去一次唔掂喎，啊又揾唔到師傅，又揾唔到我要揾嘅嘢，又要再第度揾係咪？所以佢而家我哋將我哋嘅經驗咧濃縮咗教俾大家咧，係大家值得珍惜，亦都社會需要啦。等於我開嗰個保健法，就係因為社會需要。 我先至教出嚟噶嘛，係嘛？你有你好多病都醫唔到嘅，佢都唔識點教啫，係嘛？死我一邊，跟住打針食藥，除咗打針食藥之外，冇第二個方法。一開刀，一落張刀，仲手尾長。咁啊，呢個我哋係希望啲年輕人咧值得學，亦都希望呢種咁嘅理念啦，同埋嗰個學術咧，可以留低喺世間。 第時有啲學生佢有機會可以去研究嗰個古印度嘅飛達醫術，我哋都希望有啲咁嘅人才啦，一路一路識嚟。佢外國咧就發展得幾好，但佢發展咗表面嗰套嘢，理論好多，同埋有啲咧就改頭換面，攞咗啲古印度嘅飛達醫術咧就叫自然療法，有乜都有，又自己光個招牌上去，啊！
這個我覺得對那個學問不尊敬咯，所以我們的學問呢，我來自於 Fida， 我都可以改過第二個牌子的，改過第二個招牌的，但我都不改，即是對傳承的尊重。同埋你依家對個傳承尊重咧，去到某個環境之下，你用個意念咧去幫人嗰時咧，你唔認翻佢嗰個牌子咧，嗰個青爐咧係會入唔到嘅。你自己減弱自己嘅力，呢個有少少神秘嘅。有啲嘢要同大家分享嘅，我哋嗰個上次鄧小平嘅故居的旅遊呢，就有很多團友有些反映翻啲文章寫得幾好，咁希望大家有些人得閒咧又寫翻啲俾人分享。我大媽讀一篇，你揾啲俾佢分享下。一篇其中嘅一篇嘅叫咩名啊？呢個Cherry 嘅。呢個我好奇怪啦，佢係喺美國讀書，咁啊都好新潮下嘅。但我估唔到佢寫中文寫得咁啊！如果真係佢寫嘅話，我都有啲跌眼鏡。點解唔係真係佢寫啊？可能佢揾代筆啊！有人讀國際學校，真係喺美國讀書嘅，時光設計家嚟。嗱，咁我讀啦。咁啊，從嚟對自己嘅祖國都沒有太了解。今次的五日四夜的重慶體驗之旅，令我從外慢慢對中國解凍。理解到這個一直在我心目中不文明的國家並不是完全沒有文化原則，縱使本人對中國歷史沒有太深的認識，但是對鄧小平、中國及香港的片感到十分敬佩，令我感受到中國本來就是我們的根。近日中港矛盾日趨嚴重，令我們家關係決裂，互相責備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要解決兩地的問題就要從國民教育入手，這件事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郭博士為國家做的事正正是他們需要的，由農村建設到加建學校都是逐漸去改變中國國民的生活水平以至文化水平。這次到農村的考察讓我體驗到這個農村有別一般的農村，農民有著一個舒適的居住環境及清潔的道路，我感到十分欣慰。感謝郭博士這個機會讓我去了解到自己的國家，日後我一定會懷著一個感恩的心去貢獻社會，造福人群。哇！我哋教咗洗腦教育喎。教育。嗱，我哋一陣搞洗腦教育。洗腦教育。但冇維穩費收喎，我哋仲要個個自費添。你真係反洗腦。所以我沿途咧，我喺個旅遊巴度咧，我冇講過嘢。完全冇講過嘢，即係我覺得係年輕人咧，佢自己睇個歷史咧，有佢嘅感受。我唔講嘢，完全唔講嘢，因為喺近代史咧，唔係咁多人了解。咁啊，大家可以睇翻面咧，就亦都有反映咗咯喎。咁你以前回歸前後、回歸後，好多人大羅大鼓又搞開京港交流啊，又咩洗腦團啦，又咩國情教育，即係話問嗰啲可以大膽講句，你全部徹底失敗。回歸前過風迎你噶嘛，香港回歸，一回歸後俾一班咁嘅人仔搞完愛國教育之後，啲大中學生就上街咧，即係話你唔搞好我搞，佢哋唔識搞。收了成1.5億喎，1.1億喎，整嗰本咩國情特刊教育咁啊，上街嘈到鬼反咁啊，咁你死唔死咧？即係你中國共產黨佢反思嘅，即係咧你要接受你由頭到尾用嗰班人咧係冇水平，就算仔擦鞋咧佢都唔識落鞋油嘛。嗱，你當我郭某人呢次翻去帶個搞個50多人翻去嘅小平故鄉遊。當我拆共產黨鞋啦，好唔好啊？咁我都識落鞋油啊嘛！你唔落鞋油啊最好，等佢自己拆，佢可以唔拆。你落鞋油都死噶嘛？有時係咪啊？亂差咁落係咪啊？咁啊，即係你又睇到香港咧嗰、那個，即係我哋唔係咧話鬧錯人。你港澳版、中聯版做香港工作嘅人，包括你啲土共、啲左棍，為咗邀功啊！呃阿爺錢，亂差五搞，嗰黃坤兒仲撲街啊嘛！嗰個學聯嗰個教聯嗰個會長，自己開間旅行社，話又支維穩費，又收人哋團費，
走去搞啲咁嘅國情教育，搞啲旅行團，咁咪撲街咯。有咩效果啫？哥哥諗住掠水啫嘛，你得你咩效果？唔係噶，鄧小平先生嗰句説話好緊要噶，佢係針對個黨嚟講噶，同埋中國人嗰個特性啊，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兩句説話啫嘛，可以治天下啦。標新複雜啫，你加埋個誠信公正，咁你係天下大定噶啦。唔係真係唔使講咁多理論喎，你有眼睇咪嚟睇到嘢咪。好似我哋搞旅行團，全部啲單據公開嘅，機票幾多錢？旅行社收幾多錢一位？全部幾制，冇人投訴噶。事前話俾你聽幾多錢，你自己走去旅行社自己打價咪知幾多錢咯。買機票幾多錢，呃唔到人嘅。但我哋係我哋仲買平咗噶嘛。咁啊唔係你自己係抽水，又搞啲咁嘅嘢，古靈精怪，你咪唔得實際咯。嗯。所以佢哋做工作做得唔好啊，即係有私心，同埋有邀功啊。係嘛？哇！翻北京啊，整個港澳版接見啊，又見乜見物啊，咁啊，整啲虛榮啊嘢，係嘛？搞錯。嗱咁啊，講開呢個國情教育啦，亦都有網友話唔係好明羅范椒芬講嘅國情教育係乜嘢喎？羅范椒芬講啊，梗係唔明啦。羅范椒芬講嘅嘢，佢唔會明嘅。佢因為點解佢有佢講咗啲佢自己都唔信嘅嘢啊嘛？國情教育係咩咧？我抽低少少啦，好啦，好，唔使執字，俾你哋明白咧。嗱，而家中國國情咧，就有毒膠囊，有地溝油，有三聚氰胺，有染色嘅饅頭，有蘇丹紅，有牛肉糕，有孔雀露，有農藥殘留，有漂白嘅米，有工業酒精，啊！有被引藥做嘅溝埋啲食物，有福爾馬林，嗱呢啲係國情啦。你咪羅范椒芬啲咪國情，一入去咧，你係咁咦，你會中毒啊！喂，呢個好易中毒喎、啊。你都算好啦，即係百毒不侵啊。所以我翻去中國做工作以前，我就成日都係雞蛋溝姜炒飯。我哋咩都唔使預我啦，你就雞蛋溝雞蛋姜炒飯，穩穩陣陣，係嘛？嗰啲你哋慢慢食。佢點解啊？郭先生，第一位唔好啊！我冇帶解藥喎，大佬。喂，雞蛋都有得假嘅喎，多鵬。咁啊，好少嘅。如果我有啲單位招呼佢都打雞蛋，撲街嘅。補充翻少少嘢，我哋曾經讚過曾玉成先生嘅好多次都，好似我話俾。出糧個補水咧，要俾十倍佢嗰個工資，就咁解啊！嗱，呢咪事實噶啦，咪又要讚佢啦。因為點解咧？我哋有個擦鞋仔大律師就話要整個反港獨法啊嘛，俾人鬧到撲街啦，係嘛？佢又自己都唔自量，揸住本澳洲護照講愛中國啊嘛，啊嗱，曾玉成咧就話冇必要立反港獨法。話佢呢個馬恩國嘅意見咧，唔代表民建聯。我哋補充翻俾大家睇下先。嗱，呢啲咪自己攞嚟衰咯，擦鞋都唔識擦咯，要學下時空食飯。佢唔係擦鞋啊，佢係出賣自己嘅靈魂嘅人嚟啲，呢啲垃圾中嘅垃圾嚟。但呢啲係必有其禍嘅，有災難性啊！佢哋唔知㗎，佢呢啲人咧，即係等於。等於張震遠之流啦。講開另一單嘢啦。嗱，呢啲馬恩國咧就遲早係張震遠。喂，呢個首席良品喎。佢而家將呢啲咁嘅馬恩國又出嚟想爭位上嘛，即係張震遠之流。我哋今晚嘅主題，首席良品張震遠破產嘅啟示，話俾大家睇。佢話法官話唔可以少於1.2億啊嘛，要破產。但佢應該唔止揸咁多錢嘅喎，點解咧？應該唔止有啲三幾百萬俾借咗，又有少少交情嘅都唔入去，都未計數啊！呢啲係咪啊？哦，但佢仲結喎，好似下個20日咧，佢開審咧，個法官話佢嗰單欠薪案咧，有人判佢坐埋監添喎。欠薪我坐監？嗱，好簡單啦，你爭人咁多錢億幾啦，而家法官話億幾啦。即係證明咗咧，就話佢以前佢自己租豪宅住嗰十幾萬一個月，即係話咧係借人嘅錢嚟充撐嘅。
係咪啊？所以大家做生意咧，我哋以前咧喺我哋年輕嗰時咧，如果一見人哋嗰寫字樓咧，喺嗰啲交易廣場啊、邦聲塔啊，啊，一定唔係自己買啊嘛，嗰啲冇買噶嘛，啊，跟住開張支票簽個名好靚嗰啲，我哋多數唔信嘅。揸架大奔士搞碌雪卡嗰啲，我哋一定多數唔信。我話你話你喺永樂街二樓或三樓一 search 你七百幾尺哦，私人物業十幾年嘅。嗰、那個商業登記，話簽張支票俾你咧，要鬥木嘅中文嘅啊，咁都我哋會信，係咪先？你連自己住層樓都冇，要租成十幾二十萬一個月，咁你為咩咧？你又搭個棚啫嘛，啊呢啲咁嘅美國仔翻嚟噶嘛，張振咁樣嘅你講到。咁你特首咪整埋啲咁嘅老千局咯？佢自己而家特首就變咗做咗老千嘅 keeper。啊！整啲陳茂邦之流啊，林翠玲佢嗰林乜嘢之流啊，一上場個個都衰心未爆和咯。嗯。就而家你香港就整一個老千嘅 keeper 上場，唔係我哋講嘅喎，你睇報紙啦，語言藝術係咪啊？大炮英梁振英叫大炮英，咁你唔撲街啊？係咪啊？嗱，佢呢啲就話佢係梁特首嘅心腹，咁啊如此田地，嗯、啊！咁好啦，咁啊幾時？而家我哋誒嗰日我睇到一個嗱，你個計劃特首，我哋嗰日聽到網台個節目啊，阿鄭大班講嘅，話、嗯、梁振英喺澳洲咧，俾人開始查佢話唔該產啊，而家佢傳言啊，鄭經安傳哇幾多網友話哇係啊好啦，燒炮仗嚟嗰種燒炮仗，梁振英俾人拉就，啊咁啊祝佢好運啦！好啊，講咗呢啲嘢咧，我哋又補充啲水炮車啦。啊，嗰邊點啊？因為而家咧，又話誒，佢話佢運過財政會啊、立法會又唔過啊，其實過都死嗰啲立法議員咧冇問喎。你就話唔過俾我2700萬，其實佢應該問喎，我哋俾咗資料出嚟喎。喺增城買，每一架百幾萬啫，一樣功能一樣效果，三架都500多萬。你問佢點解要買到2700萬？即係你唔愛國，有國貨都唔用。打你警務處長同保安司有國貨都唔用，同埋方便啊嘛，維修隨時 call 到人過嚟啊嘛。但我諗咗個新招仲平。嗱，而家譬如佢2000多萬啦，根據常規咧，六年咧嗰啲政府車要退役噶嘛。嗯。六年啊，就退役嘅。以前英國5年嘅啫，啲軍部車退役嘅。可能2700萬除六，即為400多萬一年啊嘛。400多萬年，咁你仲要揾人服侍佢喎，耐唔中要攤車啊，要行下，又要維修啊，又要保養喎，係咪啊？又揾架車，揾地方停呢幾架車喎，係咪好多人服侍先？咁你維到成600萬一年，冇啦！我哋每年香港有幾多次大型示威先？6.4啦，7.1啦，11啦，11啦，當你係咪啊？3次。我話再加多2次無厘頭準備嘅，即係5次。我話如果我呢啲車，我同你深圳租出嚟，我唔買啊，租啊。佢百幾萬一部，我租一次俾一皮嘢，係好貴嘅咯喎。如果你日日人租啊，富貴喎。如果租幾廿萬一個月架車係咪啊？我每日咁話你唔係日日租，咁我一次租10,000蚊喺羅湖邊境交收。你使到羅湖邊境就香港有人接收咗翻嚟就用，聽日6.4，今晚6/3咧就擺定2架先，3架都唔租住啊，整2部啫，唔夠先 call 多部嚟啊，係咪先？好啊，一次運動哦，過咗6.4冇事，咁即係租咗2日啦，頭尾當你2日，當你3日啦，係。啊，當你2日。嗰都唔使10皮喎，10皮，一年5次咧，都係50萬啫喎，租金。又唔使維修，又唔使保養，又唔使打靶，又唔使折撳，乜都唔使，又唔使人服侍佢，同埋次次嚟都靚嘅。佢唔係你唔俾租噶嘛，係咪先？係咪慳好多錢啊？係嘛？咁你班唔家產，你點樣去保護香港嘅資源啊？嗱，我哋民間都諗到呢啲智慧，我租啊，租唔犯法噶嘛？租有咩？段次計10,000蚊一次。租一日，又唔會俾少佢喎。我唔使你俾人我啊嘛，我香港人揸翻架車。咁啊，你啲立法會議員，你咪應該問政府點解你唔租咧？
唔使滔滔開始啊嘛，你六年之後全部充公，全部要當廢鐵去賣。咁啊，此其一呢個方法，你問佢點解唔做？點解搞幾千萬，仲要揾人跟尾服侍佢？六年，同埋快嘅，中央政府一定協助你嘅。你話租水炮車係咪？乜嘢都冇，你租水炮車包你有，包你有，係咪？維穩啊，實有係咪？都得啦。好啦，此其一。第二咧，仲有啲方法仲快嘅。如果我設計一部鏟車，為咗佢好方便，嗰鏟車咧行得㗎，車前凳後。咁我哋馬路咪有嗰啲消防喉頭嘅，嗰紅色嗰啲啊，係救火用噶嘛。咁你裝部水泵摩打喺度，駁條喉，一駁落去嗰個喉頭，周圍都有㗎，嗰啲水龍頭好似有㗎嘛，就係鹹水嚟嘅，點解你唔用？皮靚嘢啊！整一架幾靈活啊！周圍走啊，又細架，揾個夥計坐上揸住啊，揸條喉啊，加埋條喉點都得啊，係咪先？啊！嗰迷你水炮車仲穩陣啊！一架大水炮車自己配兩三架咁都幾靈活啊！啱啱先？咁你保安司做乜差嘢啊？嗱，我哋都諗到啦，我哋都諗到喎，買過嗰啲咁嘅嗰啲水泵啊。地盤泵水嗰啲啊，一波條喉夠曬力噶，好犀利噶，好猛力噶，係咪先？射到落，係咪？射到成廿幾卅樓，你鹹水啊嘛，全部走曬噶。佢一瞓喺街度，一肥鹹水，話明鹹水，個個都唔瞓啦。你個手機 iPad 啊，入親鹹水冇得醫噶，大佬。真係個鹹水揦過啲電子儀器點醫啊？係嘛？嗱咁點解你特區政府唔做先？你梁振英你啲行政會開乜差嘢會先？對個香港嘅穩定，呢架餐廳你唔做先？佢唔需要話去到台灣咁高啊！你話幾百磅打埋你，話打傷人，話淨係喺度嘈喧巴閉，我冇力啊！啲水射落嚟，嗰度瞓嗰度濕啊，你都死啊！唔使力都死啊，係咪先？所以嗰啲有兩冇興㗎，同埋啲鹹水咧醃身㗎嘛，濕咗好就忌㗎嘛。所以你話呢啲咪叫冇興啦？嗱，呢啲我哋就好大理由懷疑咧。就話你政府部門咧，有人係有延後利益，或者同勾結外國勢力買親啲嘢咧，都要幫襯外國公司買嘅，又可以遊啊，又可以旅遊啊，又剩啊，係咪啊？周圍啊揾啲國買幾架水炮車去成十幾個國家去睇貨啊，咁你話啱買咪貴咯？咁你唔撲咗街啊？香港咁樣死噶嘛？租係最平嘅，好啦，另外佢啲浪費嘢咧係好離譜嘅。啊！幾時都浪費啦！我哋咪鬧錯人，大家聽過啟德機場改咗郵輪碼頭啦，係啊，而家變咗香港鬼城啊！哦，香港都出現鬼城啦！鬼城啊！正郵輪碼頭大堂，你睇下，頂一頂。你有幾可有郵輪過嚟啫？大家去睇睇，行一行呢個郵輪碼頭嗰個廣場。同埋嗰座嘢咧，好曳嘅喺度，係唔入得樓嘅嗰個建築物，九樓嘅，九樓中嘅九樓仲要，咁你話香港政府咪撲街？即係搞咁貴，搞出啲咩？你嗰班人又話咩國際都市，連佢審核咩叫靚與唔靚都未，咁你咪死得啊？死得㗎！香港再搞落去，咁樣搞法咁啊，死人㗎啦！喂，讀多一篇。好。俾佢哋聽啊！咁啊，仲有其他嘅讀一篇添，係嗰個網友嘅，值得要介紹俾大家分享。啊！呢位崔威明網友嘅，咁啊，佢嗰個標題係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有感廣安之行。因緣有幸參與郭博士組織的廣安之行，所感甚深，記之。如同海洋中的印魚緊貼在鯨鯊身上。這次隨團之中，我這條小小的印魚便攝取了豐富的營養。52人的團員中，卧虎藏龍，不得不感激各位讓我緊隨其中得以有所增長。重慶是出名的火爐，但重慶的熱是我想不到的。還是春天，江道部地面溫度31度。重慶是中國四大直轄市，但重慶的繁華是我想不到的。駛離機場不過半小時，日暮盡是高樓林立，華燈璀璨，繁華不輸於東京、上海。
山城這個重慶的代名詞，一時間居然套不上了。印象中，從來農村就是落後的代名詞，農民就是貧窮的代言人。第二天參觀港安新農村，令我有了不同的看法。房是新的，路是平的，人是乾淨的。儘管當地官員似乎還是印象中的形式主義，但相信還是有做實事的。旅途上，司機多次提到，如今農民的收入提高了，國家的各種政策令城市人開始羨慕農民。改革開放幾十年，社會都享受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成果，卻鮮有聽聞有人提出要感激鄧小平的政策。清明時節，懷著感恩去到鄧小平故居，感受一代偉人的成長過程。當日氣温急降至13度，伴著春雨，正好讓我重新反思自己是否過於安於現狀，沒有闖出新天地。去思索萬一在低谷時能否迎難而上，一落復一起。去反省在自己生在太平盛世經濟發展地區，是否從來有想過為社會作出一點貢獻。鄧小平說實事求是，自己又有否誠實地直面自己的問題，真誠地尋求解答。孔子曰：所謂誠其意者，無自欺也，英雄所見也。比起景點帶來給我帶來的震撼，我更感激身邊的團友對我的友善。最近中港矛盾很嚴重，我身為一個廣州人，混入一群香港人之中，並未感到排斥，反而各位高談闊論，令小子受益匪淺。施比受有福，各位都是有福之人，小子有幸一時走進其中，深感運氣之子。所謂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博士在20年前已經到當地做工作，今日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到以後的遠景。今日所享受到的，正是一個個願意為社會奉獻、真誠如博士的人努力工作所致。施比受有福，感激過往默默耕耘的先輩，今後必定將勤補拙，回饋社會。好多團友都有一啲好嘅感受嘅，就係話大家如果睇到咧，喺國內咧，雖然喺新聞上睇到好多而家佢哋打擊啲貪腐啦，但係我中國國內咧，亦都有一班好實幹嘅幹部嘅。如果冇一班實幹幹部咧，個國家都冧咗啦。冧咗啦，係咪啊？冧咗啦。淨係得個貪腐。但佢一個危險咧，就係話實幹嘅幹部咧，係做得好辛苦嘅，佢冇機會去賣嗰啲投機取巧嘅朋黨嘅堆。等於香港而家你嗰啲左派嘅朋黨啊，或者民主派嘅朋黨，你普通人想行埋都賣。民主派有啲過做咗20多年議員啦，佢都冇讓位俾人。喺嗰啲保皇黨入邊咧，一樣係佢入邊內部又有好多朋黨，所以當年我哋雍正皇帝咧係最怕朋黨嘅。大家睇雍正王朝知啦，佢係最怕朋黨嘅。佢三勤結隊搞小圈子，為咗嘅利益集團，係咪？跟住仲惡過你。跟住咧就要挟政府啦。而家你香港嗰啲保皇黨惡過政府咁啊，佢驚佢唔同佢過票咁啊，所以這個呢個咧就話我哋中國政府要反思。佢仲共產黨黨內都係，又係好多朋黨嘅，喺每個組織每人有條線。但有一樣嘢咧，我哋都希望中國政府要改革。改革係邊樣咧？就係佢哋冇諗嗰個好大嘅智慧同埋哲學嘅問題啊！人上台就一套遊戲啦，你上舞台。但佢唔識點樣轉身落台嗰下，好多人唔識嘅。落台落得身影要靚，但而家連香港英國人走咗之後咧，啲高官咧都落台落到瀨屎瀨尿嘅，落咗台佢仲要真係貪完腐會啊，希望攞翻一官半職啊，走翻出嚟啊。
今日睇報紙啊，嗰個鐘麗閣啊湧出嚟嗰個老鬼，嗰、那個阿嬸阿婆啊又行出嚟啦，又拍埋葉劉淑儀啲咁嘅差嘢。佢唔知道咧，你落台時間咧，你嗰個身影好靚，落得台好靚，就留翻個好印象俾人。你行翻轉頭咧就衰啦。警務處長曾蔭權個細佬曾蔭培，大家喺電視睇到啦。幫個大公司個老細喺電視露鏡，同人哋拎住個手袋，咁啊搞到全個警察部都同袍啦！呢個淨係吳家產嚟嘅，啊衰曬，係咪啊？好啊，有啲幫班嘅警司退咗休出嚟，同啲古惑仔埋堆，有啲埋咗澳門嗰啲賭場嗰啲老細嘅堆，跟住人哋個尾，你話係咪丟架咧？你做緊公安時，你係拉佢噶嘛？你係管佢噶嘛？屌你搞喺度冇撚曬官威嘅。英國人點解要俾份好嘅糧你食咧？俾一筆冧心你咧，就希望你安享晚年，就唔好行出嚟丟架啊嘛。好啊，有啲退休嘅幫板，屌你走去開揼骨池、開雞竇、開放數，有啲啊走去屌你搞私家偵探社啊，幫人收爛債。所以你嗰收爛數啲人咧，好熟啲，好熟啲法例㗎。做差館佢熟曬個程序㗎嘛，點樣走法律罅、古靈精怪啊？教啲人點樣講嘢啊，又唔會又唔會踩線啦，係咪啊？但呢啲咪老撚土咯，全個官場文化都係老撚土咯。回歸之後，所以共產黨咧係佢應該咧喺度要落閘嘅。你嚟咗，佢哋而家唔係㗎嘛，好似幫會咁啊嘛。他在前線政府那裡工作，他沒有退下來，但他黨內沒有退，還弄了一些民聯委啊、什麼委啊、什麼委啊、什麼協會啊、什麼會啊，在那裡壓住，在那裡指手畫腳嘛，用他以前那些官場的關係，找些故舊的門生，或者以前的馬仔，或者下屬，周圍兜兜搭搭嘛，這個最引大問題的中國。所以中央政府應該一離場就要刪制，不准再參與任何社會的活動。你是寫書法好，遊山玩水好，你說一整個小三唔該，你自己攬緊住佢，唔好拎出嚟獻世，唔好喺度指手畫腳。咁啊，仲有佢哋有啲問題咧，就話佢嗰啲咁嘅司法系統又係要改嘅。嗰啲法官咧又係一落場咧退休咧就唔可以再做嘢噶啦。香港法官唔可以再行翻轉頭做律師噶喎。做完法官之後，知唔知啊？你做地院法官啊，高等法院法官啊，係咪？所以佢喺中國官場咧，一路要完善自己嘅，有啲好嘅經驗，唔係叫你話外國勢力，話你係學人哋其他國家發展嘅經驗咧，你一定要學嘅。你退咗你就退啦，即係話佢落台咧，教到個身影好靚，落咗台。做了一番公職在個地區度，人哋會懷念你噶嘛，係咪啊？你都晚年啦，你咪安享晚年咯。你仲要走出嚟 social 咗，趁不甘寂寞，咁咪丟架咯。好多丟架噶，而家真係好多丟架。你好似羅范椒芬，一個高官喺香港，佢退咗休落嚟，而家搞到人人鬼唔鬼，係咪啊？佢自己要真係要走去搞國情教育，就唔係佢走去教人，就搞國情教育，真噶。他們真的全部被共產黨出賣了，被統戰部出賣了。他的統戰部招兵買馬回來，在身邊揈旗，給你一塊狗餅，你揈去共產黨旗，說偉大光明正確遠差誤嗌。昨天我們看一個新聞在電視，由張曉明這個木嘴，這個又是垃圾中的垃圾，又是沒有腦的。他拿回說最早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那班人出來，站台啊！李嘉誠咁奸人，八啊幾歲咧，都出去企喺度戇鳩鳩，仲整扎老鬼。即係話嗰啲基本法咧，以前已經定咗噶啦。屌你咪定咗，你有冇執行先得噶？你而家你歪曲曬啊嘛！咁你啲人出去站台咪撲街咯。咁你都睇到佢精元版呢啲張曉明冇水平嘅人噶嘛？搞檔嘢出嚟以為好靚威啊！有人背書啊！嗱，以前搞緊落係咁噶，你有冇改變啊？你咪真係依足嚟行啊！你死唔死啊？屌你咁樣明文，同自己以為背到書係反效果啊嘛！佢哋冇深思熟慮㗎，佢哋完全係唔識做工作，真㗎。
我哋呢次翻去四川行咧，係冚佢哋幾巴嘅，所以我都話我翻去同中國共產黨嘅宣傳部，我就要同佢做思想工作，教你點樣做。你揾個中旅社搞個小平故鄉加重慶四日遊，平價啲，唔撚使講嘢啊！仲要睇睇個渣滓洞啊，阿大粒特工整嗰檔嘢啊！啊！睇埋鄧小平嗰啲以前嗰啲好嘅黨員寫低嘅遺言，嗰種精神好撚過你揾個羅化招勳都要搞國民教育啦，揾個吳德殿周圍考察德國教育咩教育點，一年去撚咗成100多日旅行啱啱先？你講冇你一年捉個吳德殿翻去渣滓洞行下，張小平故地行下。唔係，直頭掟我入去，反正都係渣滓啊，啱噶啦。咪呢班正撲街嚟噶嘛？我哋冇撚鬧錯人噶。因為我20多年喺國家工作係不停喎，我20多年冇停過，你知唔知啊？嘥幾多時間，嘥幾多心機啊？但需要噶嘛？喂，我嚟呢個世界冇嘢帶嚟嘅，但係你又冇嘢帶走嘅。既然啱個社會咁好彩，唔覺意啊，由60年代嗰度揾成60000蚊個月，70年代又係做日本生意揾咁多錢，啊70年代你開始學人炒樓，無端端都揾咁多錢。跟住學埋炒金融外匯，屌即係個天俾我噶啦，咁要啲錢嚟替死咩？國家咁多問題，無論文化教育都咁多問題，農村咁多問題，咁我要揀工作做噶嘛？你個資源有限，誒我集中搞個農村工作，整呢樣板。係咯，就網友話點解你淨係搞農村咧？我搞科技啊！嚇、啊！學我哋特首話搞科技啊！屌你有科技好難搞啊，大佬！我有咩能力搞啊？係咁繞開個反應爐啊，研發啲新嘅技術啦、啊，几百億美金噶，可以冇咗噶。嗱，你講開科技，因為我網友問啦，點解我嗰部空氣淨化機令到屋企嗰啲花咧長命咗咧？咩綠咗咧？嗱，呢啲係真係科技啦，我哋抄唔到嘅，抄唔到嘅理由咧。喺嗰、那個大家都知道啊，喺森林咧冇人施肥，冇人淋水噶，係咪？都咁茂盛嘅，冇人理噶嘛？森林係咪先？邊鬼理啊？點理啫？咁差大個森林，佢自己生長嘅。只要你有雨落，有土壤，佢靠個最主要都係個陽光，佢由個水。空氣個嗰個二氧化碳嘅植物咧，一有陽光咧，佢呢個光合作用咧，就變咗葡萄糖噶啦，就可以養到棵植物嘅。但我哋而家咧嗰個淨化機咧，有一個咧電子營養嘅系統喺度。我哋個淨化機本身就有個電，用個電子代替咗嗰個陽光，製造咗個電子營養俾棵植物。即係話你喺室內冇陽光。但佢代替咗陽光嗰個光合嘅功能，嗰個功能，將佢嗰個空氣，同埋佢嗰個水，空氣嘅二氧化碳，就用嗰、那個我哋嗰個淨化機有一種頻道出嚟咧，就代替咗陽光咧，係變咗葡萄糖咧，俾嗰棵植物，所以佢一定夠嘅，所以佢啲花耐咗嘅壽命，唔會唔夠。好啦，我哋程式咧係去到邊度咧？就可以去到我喺個室內咧，可以種樹木嘅。樹木通常都要有陽光先種到嘛。但我哋有個公司喺寫字樓，你哋我冇帶人參觀啫嘛。喺室內種好多樹喺度嘅，冇陽光都種到樹，就用我哋製造嗰個電子嘅營養代替用，唔使要用個陽光。好啦，咁我哋部空氣淨化機最犀利咧，大家可以有機會試噶。因為有人生屋入火，油完油之後咧，係咪好大嗰啲油漆味啊？係啊，好耐喎停留，你唔知啊？有啲停留成1年半載嘅喎，嗰叫甲醛，有毒素嘅，佢4H 嘅喺個物理喺嗰個物理學度。但我哋嗰部機咧係破咗嗰4H 嘅嘛，你將個部機擺喺個新入火嘅有甲醛氣味嘅地方咧，3-4日就冇曬㗎啦。是啊，咁誇張。係啊，同埋邊位新屋入火啊？鋼嘅毒素都係冇咗啊！咁我哋邊度係而家未解決嘅咧？
到而家喺我哋瑞士嘅科學，包括世界最前衞嘅科學咧，我哋未解決到點樣去破解個二氧化碳，未解決到，因為解決唔到分解呢個二氧化碳咧，我哋打佢唔入嘅。咁咧就唯有叫啲人咧屋企咧種多幾棵植物，佢植物吸二氧化碳嘛。但我哋冇辦法，仲未去到有個功能咧可以吸二氧化碳變翻樣嘢出嚟。呢度我哋未突破到嘅。但其他氨嘅毒素啊，同埋有啲喺空間嗰啲污染嘅空氣咧，我哋係發動嗰個 AB 嘅負離子咧，佢衝擊佢之後咧，佢將佢沉咗底嘅啲灰塵。所以個空氣咧係好破嘅，但呢種科技咁先進咧，我哋喺呢個國家度咧，我哋冇洩漏出去。唔洩漏嘅理由點解咧？因為我哋人體嘅物質咧都係電子、原子、粒子、分子組合噶嘛。好啊，如果我哋嗰部儀器咧，而家可以分解到咁微細，我就係對個社會有用啦。好啊，如果萬一落喺一啲壞人手上，佢將我呢種能力咧擴大，咁你人咪分解咗咯？明唔明我意思啊？咪分解咗個人咯，可以瞓哇，插一聲冇咗噶，同你分解曬咁啊！即係等於你將刀可以殺人，你可以要嚟喺屋企廚房做工具，但佢可以攞喺個壞人手度可以殺人，又可以做工具噶嘛？因為逢係喺我哋嘅宇宙，每一樣嘢咧都有正面負面嘅。你做律師，你可以維持社會公義，幫人打官司維持正義。你做律師可以學馬英國之流，屌你咩搞呢啲衰嘢噶嘛？有啲大狀啊，同古惑仔做幫會顧問咁埋個香港，我都知噶。每一個香港嘅單位顧問都有集顧問律師噶，嚇、啊！佢一 call 翻差館咧，即刻有律師到噶啦，係咪啊？同你截住曬噶，啱啱先？咁咧即係話咧，每一樣正面嘅功能咧，佢都有負面嘅。等於你而家你打個人權、民主、自由、平等個招牌，正面噶嘛，但都會負面嘅喎。咁咪搞到招惹曬嗰啲咁嘅無厘頭嘅地方啲人移民曬去美國、英國咧，而家咪大過法國，平等啊嘛，咩人都嚟，咁咪搞個伊斯蘭國咯，喺啲咯攞你嘅啊，咁我哋香港話人權平等啊，雙非。嗰啲嬰兒乜嘢都有，咁喺香港咪過喺我周嚟攞綜援攞剩咁啊！屌你個社會咪牙方面，逢係一個任何政策、一件事物喺個宇宙咧有正反面嘅，唔會劃一嘅。講到呢啲問題咧，就可以洩漏大家一本小説啊，將會有一本小説寫嘅，構思緊。大家諗下，究竟係小説啊，因為現實世界自己諗啦。喺地球上咧。或者某一個星球有一班精英，哇！原本由十零廿億人咧，依家變到成六七十億人啦，人口膨脹啦，個社地球咧個資源咧壓迫唔起啦，佢哋蠶食咗你啊嘛，自己都冇地企啦，人哋拖兩個 keep 嚟到香港，你話逼親你添啦，有啲係咪啊？嗱，香港有人反映噶嘛，話阻住佢住啊，干擾咗佢啊嘛，你知唔知世界上有班人咧喺個地球上就話你啲咁嘅低等人咧係干擾咗佢嘅，知唔知啊？咁有一個計劃就話想喺地球上咧點樣整死70%嘅人，想辦法設計啊，製造個地球啊，冇咗七成人咧就好啦，係進行緊嘅。哇！幾大鑊屌你咧，即係話就嚟到咯話，地球死七成人啊，死咗40億嘅喎大佬，咁佢嘅資源就夠曬嘅喎。好似嗱，你成個非洲咁落後咁窮啦，就啲人唔得啊嘛。如果佢呢啲人全部收曬工，咁你佢嗰個大地資源，你咪又可以喺度分配咗我哋嗰扎有錢佬，你明唔明啊？佢係進行緊嘅。所以而家你嗰啲病毒啊 H2V 啊，同埋嗰啲 H9M7 啊嗰啲就嚟有啦。所以嗰啲感冒咧，大家真係要用多啲萬金油，真係小心。喺世界係有人想部署，因為點解咧？我出咗兩支嘢俾我喺我手上。兩支嘢。郭先生，整定先，我咩事啊？咩嘢啊？佢出年咧，將會有人會透過某個系統咧，
話嗰個 H9M7 咧，準備殺七成人喺地球上。屌你冇講古啫嘛！佢話嗰個我小説嚟，我當咁啊，整咗兩支嘢嚟，而家喺個手度，係防止流感感冒嘅。幾快佢哋嗰啲科學家，即係佢哋知道啊嘛，所以做定先。咁你如果香港話搞科技嘅，求雲情報冇乜撚都冇，咁你咪仆街。將會啊，出年啊，透過呢個 H9M7 啊，殺你地球上起碼一半人。屌你咪聽見你都驚，所以佢哋整定兩支嘢俾我。點解咁好彩整兩？佢咪啊有個咁嘅故仔喎。屌你故仔啊，真係搞！係啊，你唔好當小事，我乜都好啦。嚇，俾定你先啦，有著數啦。咁屌你點搞？啊！我今晚唔記得帶你，下個禮拜。下個禮拜帶嚟睇下嗰兩支咩嚟嘅？葡萄糖。你大鑊啊！哇！我點解唔係搞到咁啊？佢係啊係啊，咁你大唔大鑊啊？哇！咁我哋而家去到咧，我就喺爸爸個國家啦，而家就係幫緊佢哋手搞一樣嘢。香港入韓搞科技嗱，講啲俾你聽啊！香港點落後咧？咁大家聽到嗰啲垃圾廢物回收啊嘛，係啊！而家你咪見睇到嗰啲廢物回收桶嘅。有啲金屬嘅，有啲係抌膠樽，有啲抌紙嘅廢紙嘅咪啊？金屬你哋知點處理㗎啦？翻去溶咗去鐵還鐵，銅還銅，即係嚇當你分咗嚟一嚿嚿㗎嘛，係咪啊？咁你金銀銅鐵溶咗出嚟，你都係得個市場廢鐵價啫，啱唔啱？有公價嘅，譬如廢鐵咁啊，百零蚊一噸，幾錢一噸？幾錢一噸？幾錢一噸有公價嘅？但你知我而家做到點㗎？係點啊？你嚟我間酒店一住，或者嚟我啲 resort 住嘅時候時度住，或者屋企請個人客嚟住，你每日都要飲汽水啊嘛，飲啤酒啊嘛，或者飲紅酒啊嘛，梗要飲嘢噶，或者飲呢啲礦泉水啊嘛，或者用個玻璃杯或者用個紙杯啊嘛，我將你喺我住咗地方兩三日咧，嗰、那個廢物咧，你呢堆嘢，我透過一個特別嘅儀器。做咗件咧混合體嘅藝術品俾你。嗱，僆仔，你早日咧飲咗幾多罐汽水，整咗幾日，而家你臨走啦。嗱，呢件藝術品咧就送啱俾你，係你嗰堆嘢嚟嘅。但係呢件藝術品咧喺國際上十大名家藝術家設計嘅喎，有好即係你每日飲完嘅，將啲汽水罐咧，你抌咗落個箱度，到你聽日出門啦，離開呢個地方啦。你今晚咧就將呢個桶嗰啲垃圾咧，你倒落一個地方度。到你臨走咧 check in 個 check out 嗰陣時咧，就上邊嗰件藝術品咧俾埋你啦。就是、你自己用完嗰幾日，又變咗件藝術品出嚟。你多嘅變大件啲俾你，少嘅變細件啲俾你。但係佢嗰件藝術品係獨一無二嘅，即係等於以前我哋中國嗰啲官窯啊，嗰啲坤窯啊，佢件件燒出嚟咧都唔會一樣嘅。因為你想個釉色嗰啲含量唔同啊，因為你啤酒樽都有好多牌子啤酒噶嘛，每個啤酒樽咧佢嗰個成分都唔同噶嘛，結構唔同嘅。咁你有啲啤酒啊，溝可樂罐啊，有啲溝嗰個橙汁罐唔同噶，所以你做出嚟藝術品係唔同嘅，冇一件相同。有啲係兩罐可樂啊。有些是四罐可樂，兩個啤酒樽，咁你做出嚟咧又唔同嘅嗰個成分，但係可以combine埋一齊嗰個元素，出嘅藝術品。阿多頭有冇收集翻啲嘢藝術品啊？係咪正啊？嗱，呢啲係科技啦，你老母你香港政府話你個咁嘅濕個黃錦星，你老母環保保你老母啦，搞掂啊，係咪先？喺九樓我哋唔講啊嘛，我哋好前衞嘅去到。即係而家我哋賣個，淨係個空氣淨化機俾人，就係、是、有呢個功能嘅，係嘛？佢哋完全係陌生嘅，我哋但係呢啲技術唔可以洩漏出嚟，一洩漏出嚟咧係會有危險嘅，因為你落到啲壞人手上咧，佢將你嗰個正面力量咧，佢一加強咧就變咗殺人嘅武器，係另類嘅學問嚟嘅。有咩問題？有。我唔緊要，我哋可以繼續講埋落去。哦，好啊。我哋唔使中場休息。OK， 嗱咁啊，中共除咗打貪腐之外，有啲乜嘢要大力改革咧？正話講咗咯，咪改革嗰啲就個源頭利益啊，同埋嗰啲人嗰個道德文明禮貌啦，多啲最緊要啦。而家你出到外國嘅神憎鬼厭，丟中國人架啦，
但呢個要有時間性咯。佢哋最好咧，逢係你想出外旅遊咧，要參加一個學習班，啊開班，啊俾個小冊子佢，你冇上過班咧，冇張證書又唔俾你出門，咁咪最好咯。嗯。咁又有人，有啲退休咗人失業啊，冇嘢做嗰啲，咪開班大學生，係咪？你俾佢哋開班，教啲國民係咪先？又可以有人揾到錢喺國內收平啲，啊$200$200上一課嘅，啊上兩課嘅。咁你咪多啲就業機會咯。佢去旅行，佢俾你嗰$200噶。佢又有安全嘅意識，又知道嘅規矩，又知道禮貌。因為佢哋真係唔識噶，佢哋好多唔識字噶而家。特別上年紀出去旅行，佢唔識字，唔識字。北京有一半人唔識字噶嘛，以前我講過啦。佢文化大革命嗰時斷層咗啊嘛，教育。所以佢哋喺中國入邊咧，全部嗰啲廁所要睇公仔嘅，睇公仔嘅啫。你唔整個男女公仔咧，佢唔知咩叫男女廁，佢唔識字噶嘛，係嘛？呢個文化大革命嘅遺毒嚟噶嘛，第二個問題。嗯，嗱，今晚又係。哇！帶咧就唔得嘅，俄羅斯唔照你噶嘛。哦。佢代表咗佢嗰個軍事上嘅合作啊嘛。佢兩個國家咧係互相而家要攜手㗎啦。佢美國同日本，中國同俄國。啊，以前俄國同日本又唔啱㗎嘛。係啊。美國同俄國又唔啱㗎嘛。咁而家你中俄合作，架撐要買嘅，即係你一定要話俾人聽咧，我有曬呢個實力喺度。嗯。因為咧，你就冇籌碼。國同國之間都係講實力嘅啫，啱唔啱先？啱啊。啊！等於而家你香港話嗰個亞投行跟住整個滬港通炒到咁狠啲股票，都係你講實力啫嘛，講實力啫嘛。佢哋而家識玩個遊戲咧，你嗰啲鬼佬早輪唱衰佢啊，冧啊冧啊乜撲街啦！咁你好多嗰啲投行沽空咗噶嘛，呢度咪輸到撲街咯。係咯，真係大鑊噶喎！唔係你話千一點，你唔信啦，希望回一回咧，再沽多陣添，哇！殺到你盡啦，再扯1600，乜嘢黑棋白棋全部輸曬，冚棋，乜嘢紅證全部打靶，係咪啊？補倉保唔住啊，保唔到啊！你一瞓醒覺就已經係打咗靶啦，你冇得保嘅啫，保唔到。你諗下佢嗰啲有好多唔係咁多隻股升嘅啫嘛，啱唔啱啊？嗯。係啊，佢扯住幾隻嚟炒啫嘛，但係而家中國係厲害啦。在這鋪我們覺得他是贏得很光彩的，即是他搞亞洲投行，他首先做這個動作，即是說呢，你的鬼佬不能動，我懂得玩這套遊戲的，還有他們玩得是沒有網管的嘛，你俄國政府透過個股票公司說買哪隻股票炒起他，你都要有錢交收的嘛，要過數交收，對不對？在大陸，屌你兩邊在那裡交收的？按個電腦話交收咗啦，你吹啊？邊得我查數啊？冇人查數，係咪啊？左手交右手，屌嚟是但丟條都唔撚使打，表面打咗，咁好，係咪先？是但丟條都係政府噶嘛，屌你乜政府玩埋啊嘛，邊度使交啊？咁咪就扯起佢，係咁簡單啫。所以如果搭到順風車嘅，咁我哋恭喜啦。但最緊要識跳車咯。係嘛？唔諗跳車，唔知幾陣時就一鑊。咁好啦，你外國佬會唔會反擊佢咧？而家得個美國啫嘛，歐洲自己顧唔掂自己。嗯。你美國啲猶太佬啊，嗰啲 IBank 嗰啲基金啊，咁會唔會嚟做啲世界呢個客集啊？嗯。但喺中國呢度咧，佢著數嘅，佢冇網管啊嘛，同你鬥鬥隊咯。佢揸莊。唔係佢唔賭你嗰個鋪啊嘛，佢賭自己個鋪，自己扯自己，連日冚你，你明唔明啊？所以他是有殺冇賠的嘛，我要開始花咯。屌你都睇緊定先開邊個開邊飯都一樣的嘛，係嘛？有咩問題？嗱咁啊，阿Doctor有網友就問啊，你對美國白人警察槍擊斃黑人事件點睇咧？呢啲就公開咗你睇到啦。嗯。實際好多枉死咗你睇唔到，呢啲俾人影到咪睇到咯。如果冇人影到咪點咧？佢如果市長都話噶，如果冇人有手機拍到，係嘛？你咪睇電視睇到佢，仲咪帶件嘢擺佢身邊噶嘛？係啊！
即係話咧係好撚黑暗嘅。你睇到嗰啲咁嘅咧自稱咩民主大哥國家咧，其實天下烏鴉一樣黑。社會邊有正義嘅啫？係咪先？但係你自己識唔識執衫嘅啫嘛？有時佢哋有啲年輕人咧就唔知道話，佢當緊監嘅執法人員，佢個權力好大噶嘛，佢好大噶，你會射低你要當走火得噶嘛，佢最多誤殺噶嘛，佢冇殺人動機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謀殺係有殺人動機噶嘛，同有利益噶，佢係冇噶嘛，你冇利益啊嘛，係嘛？再唔好講話佢以前串謀埋兩個人，俾份口供你死咗，你更加冇得搞添啦，啱唔啱啊？所以你作為一個市民咧，你有呢個常識嘅，你唔可以立亂同嗰啲執法人作對，佢啲索索地噶嘛，有啲索索地噶，真係佢有啲索索地噶，你撞著個索索地，佢心情唔好又失戀，或者周人咪仆街咯。你會肥你個好受報啊嘛！你明唔明啊？就算揸正曬嚟做，當佢有罪都係誤殺你啊嘛！揸正嚟做，你都死鬼咗啦！已經。所以以前我教啲後生，差人抄牌，你咪俾佢抄咯。第一你要諗，你咪真係錯咗先抄你牌。你冇理由無端端唔錯抄你牌啊嘛！錯咗你已經係錯噶啦。咁你唯一咧，你就好啲態度。喂 Sir， 我真係唔熟路喎，或者我個朋友有病去買藥，我啊等等佢接佢去睇醫生啊，等佢車去睇醫生停一停。你好口好氣咧，佢都有個酌情權，好多時都講得到嘅。我哋啊，梗係高招啦！我張萬金又唔止係防感冒噶嘛，防抄牌噶嘛。係啊，佢嚟到我一捽個，喂大佬，我暈緊唔開車啊 ，Sir， 所以要停一停，吸緊萬金油咁，你睇到你真係有喎咁啊，嚇佢咁啊，快啲啊，唔好再嗱，即係我哋萬金油，我哋冇送你去醫院啊，大佬，使唔使 call 白車啊？佢送我醫院，佢好撚麻煩噶嘛，翻去寫報告噶嘛，係咪啊？本來冇嘢嘈啊嘛，所以佢咧，大佬，如果你唞唞好開走啦，佢真係喎，因為呢個亦都係敗攞嘅喎。多個司機，佢真係覺得唔舒服，佢有權停嘅。但係你點樣證明你係停啊？譬如講，屌吸緊萬金油，大佬，屌啱啱攞出嚟吸，屌你啊，係咪先？點解唔開一頭頭地暈？我哋叫我開嗱，我撞撚咗個對面，係咪入你數先？係咪啊？佢有嗰、那個有個環境證據，佢係告得你噶嘛？想 call 都贏啊！屌講少啊！嗱，我哋呢啲今日爆呢啲嘢睇，哇！教個個都揸張麻針油，係嘛？唔係淨係防感冒咁樣犀利大佬，防抄牌，防唔覺意停咗去接朋友啊！你嗰啲唔係阻住啊，阻住嗰啲唔得啦，即係不聽，即係你唔遵守嗰個交通指引咧，就唔指示唔得。但你停車得多都得嘅，你點解停得到咁？佢屌唔停得上雲緊啊！屌你再開，係咪啊？所以呢啲係好犀利嗱，我哋啲幾多作用只係埋金銀，係咪先？第二個問題，咪呢啲時空識智慧啦。想堂唔講嘅，好講嘅。上堂唔好講喎，啊嗱，咁啊，阿多頭可唔可以舉一啲實質嘅案例，突出英國人治港嘅智慧咧？英國人犀利，你就睇個新界就知啦。你淨係睇個新界，你就睇到佢哋嗰個管治嘅能力啦，同埋你睇佢哋嗰個量度啊。量度。量度犀利啊！英國人，佢每個時節咧係開放俾人哋啊。我哋嗰啲以前喺嗰冷巷周圍都開嗰啲排狗啊、色仔啊，咁唔理你嗰一類。哦。大時大節，知唔知啊？冇抽你牌喎，仲能放鬆嘅喎。係啊。係啊，佢一覺得個社會。佢留好多空間俾你轉身嘅，你可以上到法庭上去咧，嗰個法官或者扶貧商攞翻200蚊俾佢咧，咁都有噶嘛，係咪啊？佢又有好多利用啲教會嚟到香港，只要你同佢哋揾熟咗，佢可以又免費同你公書教學又成啊咁噶嘛，佢係唔使政府做嘅，做得好技巧嘅，你覺得啲外國人咧係好友善嘅，你做到。
佢唔會話嚇呢啲我哋政府做啊出嚟邀功嘅冇嘅冇。佢錢嗱你睇啲東華三院，佢每年籌款係象徵式嘅啫，實際以前英國人全部補貼曬咁啊，保良局都，你籌得幾多得幾多，全部政府包底咁啊，包曬你咁啊，啱啱啊？佢哋嗰個管治技巧係完全唔同嘅，就算你ICAC 佢砰一聲，佢真係即刻可以落個特赦噶嘛，係好快嘅，係嘛？佢劇情需要，同埋佢知道你嗰個中國人嗰個心態，啊，我個差官要拜關帝，咁間鬼佬帶頭拜添，真噶！你見嗰啲差官拜關帝，咪嗰啲鬼佬處長自己帶頭拜嘅。佢孭撚住十字架走去爆得嘅，係咪啊？咁你仲唔服？人哋真係技巧噶嘛？佢係講嗰個效果嘅，唔同你爭論嗰啲咁嘅政治無撚謂嘅嘢。而家香港唔撚係啊嘛，又左又中又右，係咪啊？你而家你香港自己又回歸咗，又搞分裂啊嘛，搞分化啊嘛，搞敵我矛盾啊嘛，啲中聯辦咪撲街咯，係咪先？如果你走嚟香港係搞和諧社會啊嘛，佢自己帶頭搞分化。帶頭搞敵我矛盾，係嘛？咁樣死咗啊嘛！人哋係完全同我哋大家諗啊，你係好舒服嘅。你如果話彭定康落台，跟住話哦，佢啊同阿李嘉誠喺嗰度打份工，有著數嘅，咁你睇佢唔撚起啦，啱唔啱？冇啊嘛！人哋嗰個落台轉身咧係好靚噶，大佬。你睇下回歸嗰晚啊，揮一揮手啊，屌尋風大雨啊，都不留一片紅彩啊，上緊咗架車啊，上咗皇后船咁啊，上出機場走啦，冇行翻轉頭，冇依戀呢啲嘢，翻去寫本回憶錄係嘛？喺佢哋嘅英國文化咧，特別喺度做大使級啲人，做大使級嗰啲咧係另類嘅人嚟添啊！一生人向往咧，佢退休咗之後，拖只狗喺個好靚嘅沙灘度睇書噶嘛，知唔知啊？即係都費事同啲人來往啊！同只狗揾揾陣陣中疾啊！屌你啊，係咪先？同啲人來往都無端端踩車啊，盲撲踩車，屌你咩？費事頭赤啊，周身臭啊，係咪先？佢唔同你坐埋噶。即係佢一生人嘅功績，我做完啦，我個落場嘅身影咧係好靚，我都落場身影好靚噶，真噶，我唔做領事，我好少噶。但不過，哇！而家見到社會咁，我先至出嚟啊，開麥講翻啲嘢，即係個社會完全唔掂嘅，搞錯曬，係摧殘我啲小朋友嘅教育，我先出嚟，特別嗰啲讀完書出嚟。佢真係冇學過人與人之間相處嘅技術啊嘛，又冇學過點樣同啲老闆相處。老闆咧又少咗以前我哋嗰種文化啊嘛，佢用咗嗰啲美國文化入侵啊嘛，個體眼前利益啊嘛。以前你哋喺我哋嗰啲老闆嗰一代嘅人，喂今晚要開通頂喎，幫手嗰啲要講落貨，哇個個好熱鬧落嘅喎，冇話講幾多錢嘅喎。整完之後，喂，走去買啲柴番粥翻嚟啦，油炸鬼咁啊，咁啊當搞掂嘅咯噃，係咪啊？冇人投訴嘅，係咪先？屌咧，你整啲你卓人之流咁啊，搞到咁樣樣咯。好啊，你話要爭取公平、公平、公平，老闆我咪唔撚做咯，或者同你計鬥計死數，我走法律罅咯。要你當你個人咯，乜撚都冇咯，係咪啊？當時薪計俾你咯，啱唔啱啊？你咪新方方咯。整個社會呢套遊戲唔啱我哋玩嘅，即係中國人嘅社會咧，始終有一種感情喺度，大家有一種道義上嘅責喺度，老細同老闆嘅責。就算而家你共產黨佢都錯撚咗㗎，將嗰啲地主啊打撚到咧十個不赦，哇！大地主係咪俾人鬥到撲街先？係啊！咁以前佢唔係嘅，大地主係幫個社會穩定㗎嘛，佢養住好多人去耕田。佢俾翻足嘅糧響佢哋噶嘛，唔會話叫佢白做嘅，知唔知啊？咁嗰啲同自己耕田嗰啲細路仔讀得到書咧，啲老闆喺度起啲私塾俾佢讀書免費嘅，知唔知啊？大地主唔係個個話冇良心嘅，當然有啲係衰人，
但十個咧都係一個半個都冇嘅，多數都有良心嘅，一家人嘅，真噶。嗰啲同佢打工嗰啲傭農咧，又係好尊敬個老闆嘅，佢一照顧佢噶嘛，啊生養死葬噶嘛，啱唔啱啊？就算你睇以前嗰啲大家庭啲工人啊，做成世啦，嗰啲馬姐都，你攞下成日同老細作對噶嘛，係咪一世先？湊大嗰啲細路仔係嘛，當自己人咁噶嘛，係咪啊？嗰個社會咪少咗呢樣嘢咧，係嘛？所以點解阿梁特首個女唔肯開心咧？就冇咗呢樣嘢啊嘛！屌你兩父女又計數，兩母女又仲計數，咁啊大家計數，日日都計數，啊跟住啊正話老豆見 A 君一個面口講同一話題，哦見 B 君講同一個話題咧，第兩個面口嘅，咁點樣會開心啊？屋企啊老母仲肯衰，啊無論叫做總司令啊。害撚到個駐軍做駐軍解放軍嗰幾條撲街翻去，屌你咩要打靶咁滯？屌你搞到乜撚嘢啊！即係講，唔係你好簡單㗎，佢哋都係唔識官場文化。嗱，你喺台灣嘅市長姓柯嗰上場，有冇帶老婆出嚟嘅？冇㗎嘛！你翻大陸工作咁多嗰啲咁嘅喜慶，帶個市長夫人出嚟嘅嘛？係咪先？你老母你無端端捧個咁嘅急擺，屌你咁啊走出嚟獻世，係咪啊？咁你咪死因咗咯，即係你冇自知之明啊嘛！有風頭出都唔肯好去啦，坐撚住好啦，你行出嚟威撚個老公，你即係削弱老公嘅威望。如果你理撚 hea 嘅，即係又係削弱老公嘅威望，啱唔啱？出唔出都死嘅，有你出都唔撚出嚟就冇事，係咪啊？係啊，你點樣錯㗎？冇錯。是啊，你威過老公，你就削弱佢嘅威望。你衰撚個老公，你就陀撚衰格又死，失撚禮人，係咪啊？所以人哋啲聰明人咧，做官咧唔會帶個老婆出嚟獻世嘅。點解你咁梁振英連呢啲咁撚低 B 嘅常識都唔識？點做啊？九流啦！我你老母，我做官你點知邊撚度啊？我太太所以當年唔出嚟㗎，我太太仲應該出嘅喎，佢領事館嘅秘書長都有官銜嘅。但佢都唔去嘅，佢冇啦冇啦，佢人哋去到又要同我打招呼，即係大家都無謂嘥時間。係去阿彭都請我哋上廣督府，我太太就去過一次半，因為規定要請埋一請請抗例嘅話就要一定要去嘅。佢依家官方場合，但佢唔多數唔去，即係無謂。人哋嗰啲即係識做噶嘛，而家啲搭旁嘅咁啊。啊！仲要著佢咁啱幾廿歲，仲要著 low cut， 咁樣搞乜撚嘢係咪啊？第二個問題。嗱咁啊，有問政府話提出要全港種植日本櫻花，點睇啊？呢個斗領打我炮，抵少一棵佢話。係啊嘛！啊屌你啊！咪呢班唔加薪，你瞓下花墟使唔使？尊貴佬唱喺度嚟撚曬好嘅，你去咗山東睇下，咪咯，睇下賣幾撚多啊！你判俾我一皮一棵啦。咪而家你香港係好撚壞嘅，你中央政府真係一定要有一個小組咧，特別要你交代啲民建聯嗰啲冚家產木嘴啊，嗰啲咁嘅保皇黨議員啊，你做乜撚嘢啫？成講啲咁嘅白衫一講嚟替死咩？咪咯，嘥撚時間。做多啲實際嘢啦。係啊，嗱，而家你個櫻花你睇到，我話此其一，佢哋冇考慮政治智慧喎。佢全港種櫻花，我只係歡迎日本仔。歡迎日本仔。嚇！屌你老母懵㗎，你班冚家產。你種都種，你都種過第二樣啦。唔係你唔好話全港種，你局部有櫻花區，咁咪就喺山東運啲過嚟算緊數咯。係啊。而且更加啱啊個天氣，你基本上日本櫻唔啱。或者你懷舊啦，啊懷舊嗰個四。1980三年零八個月啦，三年零八個月。屌你有冇懵噶嘛？呢班咁政治不正確，啊！而家古代又拎佢又去豬狗族噶啦，肯定要啦。講過豬狗族啊，好撚曳噶！佢而家嗰班人諗盡辦法穿櫃桶底喎，無所不用其極噶啦，可以講。我話有啲人可以問我係咪話我點解話要支持嗰個？係啊，點解要委任特首喎？唔委任特首，你有咩可以變化咧？嗱，我解俾你聽啊，大包。共產黨好撚笨柒嘅，
真係啲人唔使你講。唔係有死數嘅，佢咧如果佢知道特登搞咧，就直情你證明咧廣告版、中聯版咧啲機構咧係串緊謀咧助亂，數到票噶嘛。而家區議會嘅議員係咪保皇黨多撚過民主黨派先？係咪啊？全民選啊，都選撚贏你啦投票。如果他們現在做了那些咁嘅蛇齋餅種嘅裝腳，啱唔啱？咁你驚乜撚嘢咧？點知佢驚乜？即係話咧，就算你真係真普選，你都係同委任冇撚分別嘅喎，又係佢控制到嘛而家。嗯。假普選又係冇撚分別，委任又冇分別。記得我委任同你啲搞咁撚多嘢嘅，我不如直接委任冇撚過啦，就咁解啦。冇撚嘥時間，浪費資源，係嘛？你睇佢上海回歸解放講幾撚多好話，乜講撚兩屌都幾撚化學物撚係咁啊！但係我哋要爭取邊撚樣咧？爭取我哋要可以全民直選嗰個政務司，每一屆咧你有個政務司咧揀幾個出嚟做一公務員嘅，係俾香港人選，即係你嗰個特首咧等於係市委書記，你阿爺驚嘛？咁你咪做一把手算緊數咯，唔撚使做嘢嘅，做公關嘅啫，應酬啊、接客啊、見邊個啊、見邊個啊，咁翻去大陸開會啊，咁你阿爺委任翻佢唔使俾人恰啊嘛，啱唔啱？京官啊嘛，而家我哋翻去俾人恰噶嘛，一千多行都唔撚睬你啦，翻深圳係咪啊？當你臭死啦，啱唔啱？係咪到到都唔撚睬你啊？當你冇到啊，真㗎咪講笑啊！屌你啲咁嘅市長仔梁振英，屌你兩個你喺翻到中國幾撚多品官啊你啊！嗰個撩武力啊，點樣識你啊？冇撚用噶，所以我哋而家委任咧就話唔使勞民傷財，但係一政務司咧俾香港人選，即係等於一個國家嘅總理係民選嘅，但係指定係公務員嘅，佢識做嘢先得噶嘛。因為公務員有能力嘅，你咪上去做政務司咯。唔係佢要控制到班公務員嘛，佢係嗰行出身先得噶嘛。因為你揾個外人做局長都唔撚睬你噶嘛，玩起你啦三日就啱唔啱啊？所以咧，我哋就話委任啊嗰個特首就咁搞啦，唔使勞民傷財。仲一招佢哋啲最近搞咧，就話咩何俊仁啊辭職啊，咩公投啊咁啲多撚餘嘅，咁樣幾撚好做啊？嗱，你講簡單嘅，而家佢哋立法會保皇黨票數多撚過泛民噶嘛？好啊，而家你出年2006年選立法會議員，你如果你民主黨班齊心啲嘅，多啲人出嚟選，夠膽嘅，喂，我哋唔出糧嘅，把出份糧咧全部捐曬俾一個東華三院自動轉帳。如果佢咁樣輸撚輸俾紅黨、保皇黨啊，你都抵撚死啦！唯一招你係破撚到佢嘅啫，佢嗰蛇齋餅種中撚多票啊！咁啊焗撚住咧，保皇黨班唔家產咧就話要唔出嚟咧，佢好撚難頂噶啦。佢點出嚟？係咪啊？寧願唔出嚟好過啦。好。唔係我唔撚理你出唔出，總之我民主黨班出嚟選嘅人，我沿途唔出糧嘅，係咪啊？號召你唔使講咁撚多嘢喎。嗱，而家你每一個區。有保皇黨參選，有民主黨參選。民主黨我哋唔出人工嘅，咁你選邊個？如果佢繼續選保皇黨，你香港人咪抵緊死咯？係咪抵死啊？係咪要最好啊？攞議席係咪啊？咩啫？講咁多嘢？佢唔會啊嘛，唔會啊嘛，你咪抵緊輸咯。佢就要嗰10多萬人工啊嘛，幾萬蚊啫，但你咪抵輸咯。即係嗱，你個民主黨派都唔知你嗰個力量咧點樣凝聚。我話你嗰啲凝聚一嗰幾十人，你凝聚唔到，你搞咩政治啊？可能搞咩政治？我選一員上去揸住我扎人嘅勢力，已經同你政府講數啊，分餅仔都未遲啦，仲多撚過出糧啊，知唔知啊？係咪啊？仲多嚟敲你門啊，知唔知啊？屌你咪可能搞政治喎，屌你咪多撚魚。你俾我帶隊，屌你60個議席，我佔咗50個到啦。嗰時仲撚惡撚惡蛇乸，把口就話冇糧槍，實際後邊乜幾撚多糧槍。哦，咽喉嚟嘅。啱唔啱？屌你可能搞政治，你咪你啊！嗱，你而
死你啊！教你一招啦！屌啦，民主黨學人搞政治，你班咁嘅柒撈嗱，屌得你噶！我哋我搞幾多國家啊？當年後生搞過國家幾多，又搞政變又成啊！神有我哋，鬼有我哋噶嘛！啊，整冧呢個冚家產咁嘅，一撚樣啫嘛！你菲律賓都係噶，佢都幾個家族控制曬咁啊，又係輪流做嘅，你個人插手唔到噶。咪你睇下嗰個菲阿賓仔踩下特首喎，幾因好少，咁樣都做撚到總統嘅菲律賓。做戲嘅做到前一任，有一個以前做戲噶嘛，做電影明星嘅又做到，幾好玩啊！係咪啊？嗱，而家民主黨屌你乜教你啦，搞政治，哇！揾六七十人出去選，個個唔撚出糧嘅，佢蛇揸餅種都死嘅，好過你講千言萬語，啱唔啱？仲有咩問題啊？嗱，咁啊，台灣嗰邊啦，啊，台灣蔡英文係咪會出選台灣總統咧？一定會，同埋一定會贏。嗯。九成會贏。九成會贏。九成。如果佢唔贏咧，就共產黨要嘥好大嘅力氣。但佢最近改嘢變聲啦，變啊蔡英文聰明嘅，佢智慧嘅，但蔡英文應該執執個碌啊。我時下都會，唔係我有人同佢熟嘅，我會教佢，佢應該咧仲醒啲嘅呢個女人，佢唔好變咗好似，佢可學行，跟住咧可學著衫改一改個髮型，咁咧就可以做咧台灣總統啦。因為咧就會弱啲，你做到總統真係有嗰個款喺度㗎嘛。你睇下南韓嗰個咪得咯，朴槿惠啱啱啊行出嚟，泰國嘅都唔夠細啊。所以佢輸咗啊嘛，他上個女都要跌落嚟。嗯。但南韓呢個得啦，南韓呢個真係有嗰種氣勢，做呢個女總統。所以佢蔡英文要學，我會教佢噶啦，嗱嗱，你聽住啊，嗱，我哋教蔡英文點樣做。揾個形象設計師。我哋有朋友同我哋好熟噶嘛，喺台灣嗰度。哇，講開台灣要講翻台灣我哋嘅理想先。係喎，有啲咩好事？來自星星 PK 外傳呢套嘢咧就。一路旺到而家第五個禮拜啦，第五個禮拜都仲未落畫，咁我咧就祝福佢哋咧，我希望佢哋咧就學外國嗰啲長壽歌劇啊，嗰 Cats 同埋嗰 Freedom 咪影成好多年嘅一個舞台劇。Phantom 啱啱先就喺香港播，又演出完。佢咧盡量爭取，希望呢個電影咧半年後先落畫，持續性咁啊創一個。影壇嘅佳話啊，咁啊，係咪一路都仲有人投稿咧？有人投稿嘅，喂，佢寫文章真係靚，大家上去睇啊！嗰個來自星星的傻瓜嘅 Facebook， 佢寫文章香港人寫唔到，好有深度，同埋好有獨特嘅見解嘅，係香港人嘅水平係追唔到嘅。咁咧，但有樣嘢咧，就我都冇諗到嘅，係疏忽咗。我唔知道原來台灣俾獎品咧要納税喎，攞獎嗰、那個。攞獎我要納税。係啊，係啊。咁騎呢㗎？納20% 税。哇！即係而家如果我俾嗰個肉牌佢食38,000啊嘛，我話。嚇！咁佢咪好大鑊？7,000嘅人工幣税，乘四咧就成三皮嘅，哇！7,000幾。四七廿八四八成三皮嘅台幣，我咪好唔著數。但我嗰肉牌咧已經係作大咗少少啊嘛，撲街咪應該都唔使納咁多。唔係因為我係照市價俾上去啊嘛。咁攞獎嗰個咪好蝕水。如果唔係我寫5,000好撚過啦。係咯，我哋寫5,000算啦。但係你驚實際俾佢1萬嘅。但實際就係。我30,000+係市場價嚟嘅，就是、上海街價啦，佐敦道價就唔係彌敦道。彌敦道30,000+台幣嘛，你應該話咗先係你話寫錯咗，嗰個係30,000+台幣，咁咪得咯。哦，大家教講大話，教呃税。啊，我呢個大鑊啦，點解嗰邊咧要納税？唔係呢個唔係呃嘅問題，呢個印刷上嘅錯誤。唔係啊，我叫佢哋睇下，我當禮物送俾佢，得使唔使？佢一登出嚟咧，話嗰個獎品，我當禮物係咪可以？而家揾緊啲稅務專家，嗰邊有啲咁嘅例。
但我哋水準高啊，水準高。嗯。好，我讀一段嘢，讀一段嘢係啲癌症嘅。啊。因為個癌症咧都係而家都幾嚴重，所以要介紹多啲常識。有一個日本人嘅癌症專家，六十幾歲，而家今年應該係行醫超過咗四十年啦。佢講咗好多冇人敢講嘅醫療意見。佢係喺醫生世家嚟嘅，喺慶英大學醫學部讀完書咧，又去美國留學，喺美國攞咗醫學博士學位。咁啊，翻咗日本之後咧，喺個醫學部咧做放射科嘅講師，專係專科係癌症嘅放射線嘅治療嘅，係全個日本咧最聞名嘅乳房保留療法嘅最先進嘅人。通常放射線啊或者癌症咧，佢通常都切過乳房，但係點樣保留到？唔好切割個乳房，喺全國好聞名嘅日本。咁所佢嘅功績咧，能夠喺2012年咧攞第60屆嘅谷慈寬獎。呢個獎咧係俾對文化有好大貢獻嘅人士。咁嘅著作咧有《癌症急住去開刀》。第二本咧，哇！癌症患者唔好同癌症鬥爭。癌症嘅放任自流療法，好聞名嘅呢幾本書。佢曾經喺1988年咧發表喺日本雜誌嗰個文藝中秋度咧，乳腺癌唔使切除而可以醫好。咁啊，引起咗喺日本咧啲日本人同佢所有嘅。是相違反的，為何不用切除的醫道啊？就引人注目了，影響很大。因為他這篇文章跟正規的醫療常規原則違背了，那這間大學就永遠令到他不可以升職。說真的好死啊。好啦，如果你啲人有 cancer 咧，唔係去驚嗰個 cancer 嘅病，係最驚咧，你係點樣去醫 cancer？ 所以咧，第一就話點解有啲人原本好精神嘅人，得咗 cancer 之後咧，撐唔到幾耐就死咧，就因為佢接受咗 cancer 嘅療法。只要你唔去醫個 cancer， 呢個患者就會保持頭腦清晰嘅狀態，直到生命嘅最後一刻。只要你處理嘅方法得當，你嘅身體咧亦都能夠活動自如。因為有好多癌症咧係唔痛嘅，就算真係痛啦，痛咧都係可以控制嘅。如果你冇出現到有痛楚、難受同埋食唔到飯嘅症狀嘅話咧，喺你個公司組織體檢中查出咗癌症，咁呢種嘅癌症咧，一定係假性嘅癌症。嗱，啲常識好緊要，大家都聽下係啊，即係你又冇痛，又冇話好難受，又唔會話食唔落飯嘅話，但係咧驗出咗話有癌症，咁你咧就要小心啦。佢都冇話小心添，佢講呢個一定係假性嘅癌症，唔係真係嘅 cancer。如果你就係單房靠一個乳房嘅 X 光片就查出到話有乳癌嘅話咧，有99% 係假性嘅 cancer。但大多數患者咧都自己真係進行嗰個乳房切除手術，所以請大家咧非常要小心喺呢點度。即係你靠張照 X 光照到話有乳癌啦咁，佢話咧99%啊都係假嘅。第二，如果真係 cancer 發現得再早咧，都冇用。點解咧？喺第一個癌症幹細胞出世嗰一刻，個癌症攞咗呢個人嘅命嘅時間咧，就已經確定咗落嚟噶啦。如果真 cancer 嘅話。只不過因為你發現得早，表面上的時間生存時間咧，你就變咗長咗啦，因為發現得早嘛。
即係你唔發現到好遲發現，你話好快死咗。你發現得早，佢又係到時死，你嚇遲咗啦。即係只不過你早咗知啫。所以喺好多情況之下咧，我哋必須要睇十年嘅生存率，先能夠判斷一個 cancer 嘅病人到底有冇俾佢醫好。第三點，手術係人工造成嘅重傷。你做完手術之後，你嘅體能咧會下降，你嘅身體咧好容易受到感染，仲有可能留低咗終身冇辦法醫得好嘅後遺症。死喺手術台上咧，亦都係常有嘅事。如果醫生建議你做手術，咁你最好咧好仔細咁去諗一諗，做完手術之後會點樣？你諗得越幼細越具體越好，即係話醫生話俾你靚仔要開刀啦，咁你唔該你諗一諗，諗得好清楚好微細仲。而且咧有好多手術咧係有可能激發癌症嘅，喺醫學界度有一種形象嘅講法。一做手術，癌細胞就會大爆發，暴跳而雷，因為手術會留下傷口，而傷口咧破壞咗正常細胞嘅壁壘，血液中嘅癌細胞會乘虛而入，加速繁殖，最終大爆發。第四，化療嘅劇毒，能夠用化療醫得好嘅成人的 cancer 只是有急性白血病、惡性淋巴癌、高丸癌，不是惡性淋巴瘤，高丸癌、子宮溶這四種而已，可以用化療能夠醫得好的。而這幾種癌症呢，只佔所有的癌症呢是得 10% 左右。化療能不能夠延長病人的生命呢，還要有待證明。而且藥物的毒性很強，會帶來嚴重的副作用。年紀越大，食煙的時間越長，化療的毒性呢就會體現得越明顯。90% 的 cancer， 無論你醫和不醫，生存的時間都是一樣。無論你的醫學怎樣發展，真實的 cancer 都是不可以靠人力醫得好的。 cancer 沒有了，奇蹟般生存之類的動人故事呢，大多數跟假的 cancer 有關。其實你不是真的 cancer， 你是假的，所以你不用死，突然間沒有了。假的 cancer 就跟你面上的青春痘一樣，即是暗瘡，你不理它自然會消失的了。但是醫生呢就透過媒體大肆宣揚我們將這些 cancer 醫好了。第六，靜觀其變比較好。就算醫生確定了你有 cancer， 如果你感覺不到痛苦，那你就靜觀其變比較好。如果你實是想找人醫，你就最好好地去調查一下，看看你那個醫生的診斷是這個醫生告訴你，那你還要去找人查，找個第二個醫生再看，不要聽個醫生說。第七，手術成功了不是代表癌症醫得好，就算你手術做得非常完美無懈可擊，貨真價實的固體 cancer 也一定會復發。第八，越是最先進的療法越更加要小心，很多技術明明呢是仲係試驗階段，佢咧就加咗個名上，加咗先進兩個字，咁你嗰啲病人咧就會俾佢拖住你個鼻嚟行啦。
總之請大家帶有先進兩個字的療法呢要多些小心。第九，檢查的做法呢是全方位拍攝出人體。檢查的做的方法呢是從36度全方位發射 X 光拍攝出人體的環截面。一次的 CT 檢查的放射線齋量相當於普通 X 光片的200至300倍，一次 CT 檢查的輻射劑量足以引誘癌症、誘發癌症。即是話你真係照得多咧，照照下咧，冇啊變有啦，細佬原本冇啊，照完咧會有啊，照到有。第十，強化免疫力可以講係完全冇效。強化免疫力無益於真正癌症的預防和治療，甚至可以來說完全無效。為什麼呢？因為免疫細胞的職責是攻打外來的不同的物質，但是癌細胞是人體本身的細胞變異而成的，所以人類的免疫系統不會將癌細胞當作敵人，因為你本身的細胞是自己變化的，不是外來的，所以它不會當作敵人。癌細胞為什麼能夠生長到直徑一厘米呢？才所以會被查出來，就是因為 MK 免疫系統沒有將癌細胞當成敵人。如果它當作敵人，你一早就已經封了它，它沒有當作敵人，點佢可以先變咗咁大先照到出嚟？呢個咧就係嗰個免疫系統咧冇辦法殺滅癌細胞嘅鐵證。咁我哋應該點樣去做咧？第一，有 cancer 時間，你去忘記咗冇 cancer， 唔好做手術，又唔好做化放療，更加唔好去做化療。等你嘅身體開始覺得難受啦，再想辦法去緩解你的痛楚就夠了。在這樣一來的話，就能夠在最輕鬆舒適的狀態下延長生命。如果醫生沒有跟你說得很清楚，你就不要去問，因為誰都不知道你到底可以生存得多久。你問醫生過了多久，你是妄居的，不要問。無論一個病者佢係得到癌症或者其他疾病，都需要由醫生去完成一個治療嘅行為。但係病者咧冇必要將你決定嘅治療方針嘅大權咧交俾醫生。醫生咧亦都冇資格對嗰個病者咧指手畫腳。我哋可以學習嗰啲不斷滾動嘅石頭。滾動住的石頭咧，係唔會生青苔的。只要你多活動身體，多轉動大腦，人體咧就唔會生鏽。只要讓你的感情變得豐富，每日咧都有喜怒哀樂，咁我哋嗰個五官嗰、那個五個感覺器官咧，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就唔會變咗遲鈍噶啦。遠離讓你不愉快的事情，你生存的喜悅，恰如其分地活動你的手腳，動你的嘴巴，轉動你的大腦，保持感情和感官的靈活。經常走路，血液就會在全身運轉，不會停留在下半身，血壓就會比較穩定。哈哈大笑有助於運動表情肌和環甲膜，呼吸咧會變得更加深，血液循環咧亦都會變好，連身體咧都會暖咗上嚟。多食啲好嘢，多做啲自己中意嘅事情，就能夠令你嘅心情咧變得好愉快，讓你嘅身體分泌咧更多嘅血清素、多巴胺、內啡肽，提升意欲同情緒。如此一來，人生咧就會變得更快樂。經驗講俾我哋聽，只要心情愉快，就會忘記少少嘅唔舒服，癌症咧就唔會大爆發。
不抑鬱就是最貼合自然機理的最偉大的保健方法。金藤誠先生在一系列的書中的主要主張就是講得很清楚，如果得到癌症不要去治療，應該讓它自然發展。癌症治療不但無益，而且只會讓患者多受苦痛，飽受折磨。另外一個問題，癌症到底需不需要治療呢？這是一個複雜，非常非常複雜的問題，不可能在這篇文章中給到簡單的答案。但簡單來說，需要根據每個患者的病情不同、個人情況的差異做出判斷。早期癌症患者積極地去治療，能極大可能提高生活品質，甚至會完全醫好。如果是晚期的癌症患者呢，如果他的確治療的益處無辦法大過治療副作用的壞處的話呢，可以考慮不接受積極的侵入性的療法，但也最好接受比如止痛這樣去提高生活品質的治療，即是你痛很辛苦嘛，那你進行止痛咯，只是做止痛。至於預防檢診，這樣的防患於未然呢，對早期癌症呢確實是有幫助的。只要是留意可能的誤診和檢驗過程的副作用，要留心。總之，近藤誠醫生用數據提醒大家，目前的癌症篩檢和治療呢，放在提高生存率來說，平均來說是沒有顯著的效果。最好的方法就是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和愉快的心情。金藤誠醫生的看法引發了人對癌症的不同的想法，但是你本身有沒有新的見解呢？現在三個人裡面就有一個人會因為癌症而喪生的，今天看起來是第二個人的事，明天有可能就發生在自己身上，自己的身體只有自己才能夠守護。那這篇文章大家可以參考，是在給大家看的，一位年輕經驗的癌症專家不要再上癌症的當，是日本的，大家可以上網 search 到，世界很文明。 OK，我個人補充啊，如果多啲食維他命 B 二咧，就少啲癌症喎。咁啊，因為今日講起癌症咧，又講一啲常識俾大家。維他命 B 二，維他命 B 二咧，佢唔保留咗喺身體喎，要日日食嘅最好。咁啊，但係如果有啲咧，你買啲維他命 B 集咁，佢都係 B 二，但係唔夠嘅。啊，維他命 B 二。啊，但我哋知道咧，心情即係大家最緊要啦。嗯。但如果患上癌症嘅話，可以大量俾佢食多啲維他命 B 二。但通常都係假嘅，根據呢個醫學報告，所以要證實佢究竟真定假先。但因為而家好多人利用呢個假嘅癌症嘅跡象咧，就揾好多錢噶嘛，驗嚟驗去，驗嚟驗去。其實佢自己心中已經知道假嘅醫生，但佢唔講俾你聽話假。你個瘤仔咧，佢都當你係 cancer 嚟搞。啊，有冇買保險啊？你哦有啊，得啦，啊跟住執藥啦。啊，去邊度照去邊度照，所以照嚟照去，好多人成年都未死喎，驗嚟驗去嗰個。就係驗完之後就大鑊咯。真係正式收工噶嘛？係咪啊？所以大家要小心啦。咁啊，最緊飲食都冇問題。有嗱，咁啊講開呢個健康問題啦。咁就有網友就問啦：近年流行嘅酸鹼體質咧，阿 Doctor 你認唔認同咧？唔認同。好簡單理由，好多人喺度錯咗嘅話，哇！揾啲咩酸性咩鹼性個身體？嗯。
實際個身體咧有一個總嘅樞紐，你多減性入嚟咧，佢自己調節嘅，你明唔明啊？佢實要調節到啱用嘅，你唔係話食多啲酸性嘢咧就有啦，唔係嘅，佢將你多餘咧就刪走咗，排出體外。咁咧有啲人咧又利用呢種噱頭，又搞一大堆無謂嘢，即係佢永遠佢都要保持嘅。他自己要保持，保持個平衡，保持個平衡，他自己要保持平衡，他自己是保持的，他懂得調節在你的食物度抽到保持的。哎，你讀埋嗰篇啦，嗰個網友嘅。咁啊，仲有一篇網友嘅講安行後感啦，咁就係阿 Grace Leung 嘅，咁啊，佢就話啦：時光原來已經飛逝，30年過去咗啦。因緣再度重到重慶大竹石刻，感覺隨年月的經歷亦有所不同了。先是參觀鄧小平的歷史展館，資料尚算充足，由鄧公少年時代到中年的經歷，三上三落和希望也有圖片展出。經講解員介紹之後，才知道他曾在法國留學，也曾在香港停留。法國是革命先驅，香港是革命基地，不其然想起他真的與香港有著一種情意結和緣分的。我認識的鄧小平是中英討論收回香港主權的年代，小個子圓半半圓圓的大官，中央話事人。對新中國歷史不了解的我，當然不會對共產黨有興趣，也不會對鄧公有興趣。當我在展覽館看到《最艱難的十年》鄧小平的一張相片，他大為感動。我讀書少，所以墨水少，不知該怎麼形容相片的他。身子瘦弱，黑暗的面容，骷髏骨的眼眶是勞累出來的，但眼神表現出的毅力和力量，堅決要把國家改善。記得 Doctor 常常把他掛在嘴邊，說他如何愛護國家，如何沒私心地工作。當下我相信了。早兩星期前，偶然在 YouTube 看到一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因是48集太長了，所以沒興趣看。現在想來一定要了解下他的一生，相信一定有香港的部分。再談大竹石刻，一個貧窮的小山谷農村地，現改為文化遺產公園了，綠化得尚算優美，但沒了當年的小伙子導遊，一個不到10歲滿面笑容勤奮地向產品天真可愛的笑容，使我顧了他當導遊。同埋呢個千手觀音呢，亦因為收中而無緣再遇。令人不忍的渣滓洞30年前已驚嘆革命烈士的堅毅，他們忍受著殘酷的刑具，也不泄露軍事情報，最終在大屠殺的一天犧牲了。當年我是如何的不安和震怒，但現在他們是誰在哪也不緊要，不重要了。今天在參觀過程中，我默念祝福文回向這些烈士們，心境平和。這裡要補充的，在渣滓洞他們的感覺就很正面，很正常。其實我們的深層一看，國民黨就是中國人，我都共產黨就是中國人。你共產黨擺檔東西出來，就是國民黨殺共產黨。國民黨又擺檔嘢咧，就共產黨拉到啲國民黨咧，亦都係唔會放過佢。但歸根結底咧，就我哋個國家咧都係自私，自私，家天下要爭地盤，要權鬥。但而家香港都係啫嘛，一個咁細城市回歸後，英國人睇到我哋嗰個民族嗰個劣根性，啊，咁你咪搞到民主黨派分裂、分裂再分裂，咁啊同嗰保皇黨啊九拗九骨，一啲係依附權勢，係咪一個反應啊？係一個反應嚟㗎，係冇分別。咁我就回顧翻咧喺唐朝
高斯詹將軍嗰件事咯，大家要上網睇高斯詹將軍嗰件事，就係中國人俾人落咗詛咒，就永遠咧都係左手打右手嘅，不和嘅，好多農作物咧又要年年隔年失收嘅，我哋揾唔到原因。我都希望揾個試點咧，試一試一啲植物。有好多種植物，但以荔枝最明顯嘅，今年豐收咧，出年撲街嘅。我哋特別揾啲基地咧，特別揾人照顧佢啦，當個仔咁養，我唔加殘力都撲街嘅。你嗰啲冇辦法搞嘅，所以真係你冇辦法，係咪嗰個皇后嗰盤咒咁撚毒咧？高先知打咗好多地方嘅喎，咁到底打咗邊度嚟？奶奶奶到咁硬。塔吉別克，佢屠城啊嘛，睇中人哋嗰個國王嗰個老婆，要掹人走啊嘛，個個王唔制，佢殺埋國王，跟住屠城。人哋開曬成個國宴嚟歡迎佢啊嘛，咁後屘皇后走咗上佢哋一個女神嘅塔度咧，落咗盤毒咒，就咒中國人。喺20年前。我曾經透過一啲渠道通知李鵬總理向佢哋 say sorry， 即係搞友好活動。後屘李鵬先生都有去塔吉別克，提供咗啲援助俾佢哋。但係盤咒係點樣解咧？就話如果你今日中國人聽到，原來你知道俾人落咗個毒咒啦，你反省嘅話咧，啲援咒會解嘅。希望多啲網友聽到啦，聽到你有少少附議嘅。啊，咁啊一個 sorry 咁啊解咗。佢話嗰盤就唔可以解，係要中國人明白，佢就自己解啦。佢係咁樣記載。你睇《派人本書》，炒到啲中國人有幾在？差唔多啦，萬部。啊，仲有，仲有一兩題嘅。咁啊，有網友就話啦，就快要結婚，有乜意見可以生活得安定啲？唉，好易富貴啫，走去大陸實珠海買間樓仔供得起啦。有能力唔好生仔，係啊，第一有能力都唔好生仔。而家成唔到財啊，人滿之患。咁你兩公婆一個好自由世界，走去新界租間村屋，然後喺珠海咧買間屋仔，放假咁啊，禮拜五咪翻去咯。係咪啊？係咪掂啊？係啊，放下狗啊嘛，拉只狗。在珠海是不是百零萬成千尺了，對吧？那兩公婆那沒有兒女又不用投射，但是你在新界租一間村屋住，早上早上起床看報紙 坐交通工具上班，自己做個早餐吃，那多舒服，是很簡單的，但一定要說給自己，但是在珠海買來說呢都會不會輸的，因為佢個大橋通咧，咁佢扯一扯啊嘛，啲價錢啱嘛，而家未通啊嘛。嗱，呢個啊好保守嘅意見。但咧，如果呢啲意見係保守嘅，唔係有動感嘅，但人咧應該有動感嘅，因為你幾時都揾錢快過剩錢嘅。如果你諗住話要算人啊，點樣慳剩錢咧，嗰個唔係方法嚟嘅。你始終都會縮水，同埋你冇咗彈性嘅。所以有空閒時間計。學習學習，不停學習。但係打工好做生意都啦，忠誠係最重要，對自己啊，對自己忠誠，對自己忠誠好緊要。你有幾多能力，你自己計到數啊嘛。你真係做過龍者張震燕之流，屌你都住唔起十幾萬樓啊嘛，你咪真係點紅點綠咯，係咪啊？嗱呢啲就唔忠誠啦。我哋叫人哋誠實咧，唔係叫你對人誠實喎，大家唔好搞錯喎，你要對自己誠實先。有幾多料，你能夠升任做乜嘢，你自己最清楚。你梁振英升唔升任做特首咧，佢自己應該最清楚。你揀板旁門左道行上去實死噶嘛？佢有咩能力啫？我哋講個水炮，一年最多幾十萬搞掂噶啦，租翻嚟，屌你搞到2700萬。做翻人服緊時佢，你咪撲你個街啊！啲咪九流嘅管理技術啊！如果做老闆，一早炒撚咗咧啲人，保安局長下晚炒撚曬啦！一撳個干擾器啊，方圓
佔領區啊，收唔撚到電話，上唔撚到網，走撚曬啦，要踎到替死啊！跟住再開個貝多芬交響樂啊，屌夜晚瞓唔撚著啊，仲撚走啊！唔好話整啲陰招啦，整啲陰招咧有啲低頻嘅聲啊，屌咧個耳膜震撚到你暈撚咗啊！吹啊，放蛇啊，點樣邊度我撳啊？我政府冇撳喎，我揾個第二度人開音樂啊嘛，我自己唔撚開啊，你吹啊！你政府開個音響就話干擾你啫，政府冇開，揾啲外字頭開，屌你又得唔得？係咪啊？你點瞓啊？屌你係咪九流啊嘛？香港而家啲管理技術，個撚個穿櫃桶，屌你搞啲釣魚工程，話超支超支又超支，咁咪死撚咗香港。真噶，所以我話你啲議員咧，你一唔出糧咧，最撚惡噶啦。嗰叻人咪出嚟咯，係咪啊？而家英國佬設計遊戲俾你。掟幾個骨頭，咁你咪爭到九牛九骨咯。共產黨又掟幾嚿麵包俾你，咁咪搞到咁樣樣咯。好撚醜陋咯，睇到。第二個問題。嗯，嗱，咁啊，曾經墮胎，心裏頭好不安，點樣去化解咧？捐啲錢去東華三院，或代一個唔知在何方嘅生命。如果有存在嘅話，呢、這個生命。啊！咁你啊化咗怨氣噶啦，拎咗張捐錢嘅收條燒咗兩當天，嗯，燒到你嗰、那個，譬如你燒一次啊，仲好似有啲心嗰個，又再捐多次一個月，或者中意嘅逢每個禮拜四去捐，食素嗰日回向功德俾啲所有生命，嗯，咁你捐得十次八次咧，108蚊一次，咁你做十零一次咧，你嗰個陰影慢慢會淡。再唔係嘅就嚟天羅地網攞篇祝福文走去念下每日，仲有冇問題？嗯，仲有一個咁啊，有網友就問啦：就吉日吉時否復產子係咪有著數？算命佬同個醫生有著數啊嘛，又係一定有著數，唔係你有著數，唔係你啫，因為你有排位。話幾時入醫院喎？佢特別安排啊嘛，咪要收貴啲啊？嗯。同你揀時間講，咪又要收貴啲啊？有人有著數就唔係你，係有人啊。咁你阿母咧就唔知啦。如果你搞啲嘢，就祝你好運、嗯、啊。第二個問題。啊，問題問曬啦。咁啊，如果你嗰陣時張震遠未出事，哇！呢條友咁撚巴閉啊，突然間喺條景靚住都做撚到行政會議員，話不如跟佢個時辰八字整個出嚟好喎。哇！冇啦嘛。賣唔到尾喎、啊！今日係咁多先、嗯，下一次我哋繼續、嗯啊、我哋嘅中誒、那個花絮咧，我哋改名唔係中場花絮。我哋而家咧為咗個時間方便同埋大家暢順咧，就冇中場休息啦。咁就我哋改咗一個星期尾點，就話揀一啲好嘅藝術嘅視頻出嚟俾大家欣賞。希望大家睇完節目之後咧，可以繼續睇一啲藝術嘅表演，係唔錯嘅。我嘥好多時間揀嘅，好嘛？多謝大家。Okay. Yeah.